老萨。你他喵！哎、欸！哦，我白哦，我没武器了，我不太想先打，我往后拉哦。他要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不要走错！他这也是过不来，过不来。2.7，这应该可以直接过。啊，过来了，然后没武器。哇塞，完了！哎呦。没武器哦，我不要羽翼，我要，不，哦呦，先拿武器，先拿武器，先搜。所以找到燃料吗？那个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存档。有鱼这些可以吃。好，再把它吃一吃吧。能量。好，这个腐烂的肉也要拿一下。玩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啊，有啊，有腐败机制啊，你看，你仔细看，它还有个，哎，什么10个小时之后变质，然后你吃了会拉肚子。我往这边走，应该不会有怪吧？没有。没怪，好的。哦，有个雨伞。呀，先喝个牛奶，然后剩下的等一下再说。我想直接跳到下个地图，我想直接往左边是什么？哦，不管，先下去住宅吧。在下一个地图上睡觉。萨索，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直接打吧，打一下，拿雨伞，哇，雨伞打不掉，火柴可以点火来做东西，那我就先这个火柴，我想一下。打吗？写好后打吧。我这样可以往后吧，2.5。这个还是要打掉啊。
衣服，然后快一下。这是破门哦，这个门是破的。破的门有个小问题，就是说怪他可以直接从这个门直接进来。完了，我选择要是错，我不该。等待，我不该，我这样可麻烦。有刀，我只能一层一层慢慢摸，哎。冰箱，睡觉，先回 AP 看一下，感觉底下是安全的。左边我们是关着的，我觉得底下是安全，我可以直接睡吗？我先看一下这里是什么。哦，药局跟公园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吃这个腐烂的肉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，我们有特殊技能啊。哎，不对，我没有点，我没有点那个睡觉时会异常恢复那一个。哇，那好像不太能吃。还是可以吃，吃一下啊，我觉得吃一下又没什么问题。啊，吃一下吧。士气加16，这里的话再查一下位置，位置查一下，等一下应该可以直接往左边走，查一下，哦，图书馆。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直接趴角落睡吧。好，这有个拉肚子啊，那就不管，继续睡。嗯，疾病还没有恢复哎，哇，这糟糕。哦，这还有杂货店，OK。好，回复。那我们继续往左边走。靠腰，门外就一只。哎。哎，我操！消法，算了，往上走哈、啊。一个，就一开一打开，外面又一只。你是什么？好，这个不理他，这个可以直接往这边走，然后这边又一只。真的。哇塞，这东西那么猛，可以直接把它打死的呀！